这个 chapter 12的话是 measures of central tendencies， 然后 central tendencies 的意思就是讲你的 data 会不会很 balance， 它的 central 到底是多少。比如说现在考试是0分到100分嘛，然后他们就要有这个 measure of central tendencies， 就是要懂班上的人 average 会是多少分。比如说这个是 max， 然后 average 大家是80分，就是可能只有一个人拿40，一个人拿60，然后有30个人拿80分，然后可能有5个人拿100分这样子。所以我就懂 OK， central tendency 是80分，我就懂这班的学生的数学是不错的，就是 normally 在80分这边。如果说大家有40个人是20分，然后只有几个人0分，几个人80分，几个人100分，这样的 central tendency 就会在20这一边，就是最多人拿的。这样我就懂这一班的 max 有问题，需要再加强这样子。 statistic 的话呢，它通常是用在算分数也好，然后算那些 size 也好。比如说我是做衣服的，这样我就要懂我的衣服卖在哪一个国家。比如说我在泰国卖衣服，泰国的人 normally 都是比较瘦的，这样我就要出 S size 可能300件， S size 可能500件， M 啊 L 啊 XL 这些可能我出一个20件或者30件就够了，因为那个国家普遍是这个 size 的。 So central tendency 很重要。在分度的话，它没有那么重要，就是它只会出一题到两题这样子不了。 But 在 SPM 哦，它可以出到很多，它可能会拿到20分到30分左右。 So 这个 basic 很重要，如果你答不稳的话，你分 4 就要重新学过，就浪费你的时间。So form 2学的是 basic for 你应付 form 4 form 5的 SPM 考卷，但是这个 basic 呢，其实对你来讲是非常简单的，因为你在 primary school 的时候已经学过了。So 第一个我们会学到的就是 mod 就是 repeat 最多次的咯，然后 mean 也是你学过的，就是拿 total number total 的那个总数除以你 total 有几个 number。Then median 的话呢，就是看哪一个排在最中间，所以你要排 ascending order， 然后找到中间那个 digit， 就是你的 median。这些都是你小学学过了的，如果忘记的话，你要自己 revision。如果你现在搞不清楚，你 form 4还是要 revision 多一次。So mod 的话呢，它是 highest value of its frequency 就是 times 就是它的那个次数。 So biggest highest value 就是它重复最多次的，可能重复5次、重复6次，那个就是 mod。So 第一个 example 它就给你叫你 state the mod。 So 这里4 5 2 3 4 4 5， So repeat 最多的是 4， So mod 就是 4， BCD 你 try 看，如果会你就直接 skip 就可以了。Next 就到 median， 就是排在中间的 digit。 排在中间的 digit 的话，我们有算法也有 theory。 所以我先讲 theory 再告诉你算法，你就比较容易理解。第一个 theory 就是我们先排好 ascending order， 然后找到中间的那个数字。比如说我有7 9 20 30 50，像这样子，比如我有5个 digit， 7 9 20 30 50嘛，所以我排在中间的就是20哦。这个很容易看，你就前面扣一个，后面扣一个，前面扣一个，后面扣一个，中间这个就是你的 median。 If 你有多一个 digit， 比如说7 9 20再到25才到30 50，这样的话我前面扣一个，后面扣一个，前面扣，后面扣，我的中间是在20跟25中间，这样我就是20加25 divided by 2。 这个是我们用 theory 的算法，但是这个我们不会教学生做，那是因为考试不会这么简单给你5个号码罢了，他可能给你20个号码，可能给你100个号码，所以会累死你，如果你全部一个个这样写的话。所以我现在教的是 formula。所以还有一个重点是，不管你是 list 出来 cancel out 第一最后这样子 cancel， 或者是你用 formula， either 你用哪一个方法都好，你的第一个 step 一定是一模一样的。第一个 step 就是你要照 ascending order 先排一次，因为如果你不照 ascending order 排的话呢，你根本不懂中间是谁，这样你的 median 肯定就会错。 For example， 我现在有20 50 10 70 80，我不要排我的 ascending order， 我就这样子丢下去，题目给什么我就照丢，这样子我前面扣一个，后面扣一个，前面扣，后面扣，这样我 median 就是 10。 But 如果我照排的话，就是 10 20 50 70 80，然后我的 median 是 50， 这样子你就会看到差别，你就知道你哪里做错。所以第一个 step 一定是一模一样，不管你用哪个方法都是要排好 ascending order， 就算那1000个号码你都要排，
So 这个很重要，这是第一个 step。 第二个 step 就是简单的，我来教你 formula。 So formula 的话呢，我们先要懂的 number of items 到底有几个。 So if number of items 我们可以分成两个，一个是 odd number， 一个是 even number。 odd number 就是13579，然后 even number 的话就是24680哦。So 如果你要 odd number， 如果你的 digit 刚好是 odd number， 像我们刚才五个号码， OK， 我用三个比较容易啊，比如说70跟20，三个号码那就是 odd number 嘛。 odd number 就是 value of data in the middle， 就是在中间，这个就是我的 median， 就简单。如果是 even number， 比如我有四个，比如说20 70 90 跟 1000，这样子就是四个 digit 嘛。四个 digit 的话，我就是 even number 咯。even number 的话呢，它就是 average of values of two numbers in the middle， 就这两个的 average， 所以就是70 加90 除2。这个就简单了，你就不用讲哦，我 cancel 前面 cancel 后面，就不用这样一个一个个，我就知道在中间的那两个就可以了。所以这里给个 example， 他跟你讲这个是学生的 pocket money， 然后让你找到 median， 所以有5块、8块、3块、7块、5块。所以第一个 step 就是要排成 ascending order 先，然后过后看这里有几个号码，这里有五个号码的话，在 middle 那个就是你的 median， 所以5就是你的 median。所以 median 我们不会写5，这个其实是错的，我们要写回 RM5， 因为它全部是有 unit 的，我们就要跟着它，除非它像这样子没有 unit， 这样我们就不用跟。OK， 然后如果你要写的时候，像他排 ascending order 哈，一直 repeat 那个 RM 很累嘛，所以你可以这样子写，不需要 repeat RM， but 你到最后写 median 的时候，你要写回 RM 给他，因为他的题目是有 RM 的，这里要注意啊。So 像这个的话呢，它的题目原本就是没有写 scores 的，虽然它是分数嘛，它是 scores， 它这边没有写，所以我出来可以不用写，就这样子放着就可以了。这个你可以 try 看看。接下来这个也是 for median 的 formula。 So 刚才我们讲的 formula 就是讲，如果我的 n 是5，这样我的 median 就是拿中间的那个号码嘛，拿 middle 的嘛。这样如果我的 n 是6，我就是 m 就是拿 average of 那个中间的那两个号码，这个我们都知道。但是如果现在他给我15个号码，比如说有7 7 8 9 10，然后11 12 13 17，我前面再加，因为不够，12 13 14 15 16 17 18 90 11 12。 OK， for example 我现在有12个号码嘛，这样我根本看不到我中间是哪一个，因为太多数字了。 So 我们就不会教你们用什么中间的号码，因为根本看不出谁排在中间。 So 我们就有 formula。我们的 formula 呢，就是直接拿我们的这个 n 加 e divided by 2，记得上面有这个 th 就是第几个，可能 first 啊 second 啊 third 啊这样子，第几个 number。 So 比如说现在我有刚才讲的，我有12个号码嘛，这样我的 n 就是12，这样我要找 data at the position， 我就是拿这个 n， 就是拿12加 e divided by 2，也就是13 divided by 2， 也就是 6.5。 6.5 的意思就是第六个号码 n 第七个号码的中间，所以我就拿6加7除2就可以了。然后至于这个 formula 呢，通常我们不会教学生，因为、它很复杂。你看呢， if 我现在是 odd number 就是7嘛， OK， 7加1 divided by 2就是8 divided by 2，也就是4。 So 4th 我要第四个号码嘛，这样就这样哦。但是如果是 even number 的话呢，他们会丢这个 formula， 这个 formula 很复杂。你看啊， if 我的 even number 是6，这样我6 divided by 2， n 就是加嘛，然后这个 divided by 2再加1嘛， so 6 divided by 2再加1， so 我算出来的话它很复杂，我算出来的话它就会变成3 加3 加1，这个是一起的、然后就变3跟4嘛。 So 它是 n 嘛，然后前面是 average 嘛，就是讲3加4要 divided by 2， 这样子就是7 divided by 2， 也就是 3.5。 3.5 就是3跟4的中间哦。 So 其实你直接记这个 formula n 加1 divided by 2就可以了，因为 even 它是 even number， 你算出来一定是有 0.5 的， 0.5 你就懂是要前面跟后面加起来 average， 你好过你去记多一个这个 formula 会很累。
But 如果你觉得那个 0.5 你不明白很乱，你就记两个 formula 咯，这个 depends on you， 你看哪一个你容易记容易理解。反正不管它是 even 还是 odd， 你有用到这个 formula 就是有分数的，你用这个 formula 也是有分数，总之你有写到 n plus 1 divided by 2， 你就会有分数的。然后这边有一个 example， 他就 show 给你看他的一个 group， 他跟你讲10分钟的人有一个，20分钟的有6个，30分钟有3个，这样子全部 list 给你。所以你就第一个 step， 你还要算 median 嘛，所以第一个 step 就要懂 total frequency， 就是他 number 是多少，所以你就把这个 total 算出来，他已经算了是10亿。然后 median 的话呢，就是直接拿10亿加1 divided by 2， 就是像这样，你要先放这个才会有一分，然后把你的10亿 sub 进去会有一分，然后 sub 出来会有 6th 就会有一分。然后你要懂 6th 就是第六个号码在哪里，所以你不可以直接看那个 number 6啊，因为有些人会这样子，哎，我要6哈，这样他就直接拿这个6，其实是错的哈，不可以直接拿这个6。 Even 答案对，可是你的那个 concept 是错的，所以你要知道的是那个6哦，只是 for frequency， 而不是它排在第6。So 我们要知道的是第一个人在10吗？ So 我们就写出来第一个人在10分，6个人是20分，只是这6个人不是6，这6个人是从第二个人开始的，所以第二个人到第7个人是10，因为虽然他只有6个，把前面占了一个了的， So 这里是第二到第7个人，然后后面再3个人就是第8，然后8、9、10到10，然后再下一个的话才是10亿，因为它只有一个人。所以你的这个抖的这个这样子一直加一直加的这个 frequency， 我们其实叫做 cumulative frequency， 就是累积的 frequency， 这个你们还没有学到的，把这个字你可以记起来。 cumulative frequency 就是一直累积上去的 frequency， 所以它的这个最后的这个 frequency 一定会 equals to 你的 total frequency， 因为你是加上去的。 So if 你这两个号码不对，就代表你这边有 number 错了，你就要自己再 check 回去。 So 我现在要的是第六个人， So 这里是第二到第七个人嘛， So 第六个人一定是 between 这里，所以他们就是20 minutes， So 他就可以写出是20。这里还有一题你可以 try 看，然后这里有一个 example 6你也可以 try 看。这些 example 如果你觉得容易你就 skip 吧，你一定要看一眼，至少有点印象他们会考些什么东西。如果你觉得很容易你都会做，你就 skip， 然后直接做我的练习跟作业。如果你觉得难的话，你就要在，比如你不理解那题目为什么这样算，你就要 screenshot 给我，或者是你想不通的为什么这样的，你就要 screenshot 给我，不然的话我不知道你哪里不明白。Next 就到 mean 了， mean 你也是学过的， mean 的话就是要算 total value of data 除以 number of data。 So 比如说这边有373块半，有424块，有300多块，然后这里400多块，跟这里355块亿。 So 这里有这几个 number 嘛， So 我们就要把它们全部都加起来咯，然后再去除，这里有5个 group， 所以就除5。所以我就要先这样子写，全部一定要先写出来先，这个会有一分，然后这个你要不要写随便你，但通常我们会叫学生写，因为哦 in case 你这个答案算错，假设我现在这个答案我 calculator 我按错了，或者是我上面这个答案我按错了，这样我下面这个就会错，这样我就上面一分，答案是没有分的，因为我算错嘛。可是如果你有写这个东西，你这个上面这个对，下面这个错，他这边会再给你一分，你就比较安全一点，不会直接零分。然后记得 formula 是一定要写的。 Next 的话就是这个 example， 这个 example 的话是说这里有26个学生，然后他们每一天会 consume 那个 can carbonated drinks， 就是会喝的那个水。 So 一天完全不要喝的，就是喝零罐一天都不要喝的人呢有四个，然后一天喝一罐的人有三个，一天喝三罐的人有这么多，喝四罐的人有这么多，喝五罐的人有这么多。所以这种的话呢，你就需要 times 出来，就是说你要写出来，这里
四个人喝零罐，三个人喝一罐，零个人喝两罐，五个人喝三罐，七个人喝四罐，每一个都要写出来，也是一样要这样 bracket 写什么乘什么，一定要写完。然后下面就是把 total 的学生加起来，虽然这里已经给26了，但是我们不能用，我们要用这边的，就是再 copy 多一次的意思。这个东西写完会有一分，有些 paper 会给两分啊，这个不一定， normally 都是一分啊。然后也是一样，写完了过后 calculator key 进去，记得 key 的时候要小心，上面全部 key 完了，按了等于才来 key 下面，不然的话它就会变成全部 divided by 4罢了。所以这里要注意，所以安全一点的话就像它这样子，先算上面再算下面，然后分开写，然后再最后再算答案。这个 example 你可以 try 看，它跟前面的一样，它就是有分开给的。所以它这里教你的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多一个 paper 出来，多一个 column 出来，它多一个 column 出来就帮你写它乘什么，然后就直接写答案，然后在下面算 total。 所以它这里它就不 repeat 了，它就不用像我刚才那样的重抄一遍，它就直接拿这个 total 放在这边，这个 total 放在这边，它就不用再 copy。But 如果你要这样做也可以，但是你要注意的是哦，有些考卷是考卷question paper 跟 answer sheet 是分开的，如果你是分开的话呢，你这个 table 你要重抄一遍，再配你的这个 working 交给他，你才会有分数。如果你的question paper 跟你的 answer sheet 是分开的，然后你的东西全部加在这个 column 加在这边下面，然后你交上去的只有这个，你就没有分数啊。 even 你的答案对，他也不会给你分数，因为你没有写算法，所以这个要注意。然后这边还 conclusion 一直给你看， mean 就是拿 sum of data 乘 frequency 除以 number of frequency， 这个是 for 它已经 group 起来的 data， 跟你讲有几个人多少几个人多少，我们就需要拿 data 乘 frequency。 如果像前面像这个的话， form 1到 form 5的那个collection 它都已经 list 出来给你了，你就不用再 times 了，就不用再乘了。Next 是 action value， 这个很重要，这个在 form 2才刚刚加进去的东西，在你小学是没有的。 action value 的话，它就是一个 too small or too large 的 set of data。 比如说现在我讲每个人的薪水， OK， normally 大家的薪水可能最低可能1900块，最高可能可以去到7000块， for example 它的那个 rate 差不多是这样子。然后如果有说有一个 extreme value， 意思就是讲它是太小或太大的，比如说有一个人他有100万的 salary， 或者有一个人他有零的 salary， 就差一分钱都没有，这种就叫做 extreme value。 extreme value 它存在的话就会很不好，因为 extreme value 会影响到你的 mean， 比如说因为 mean 的话就要全部加起来 divide 嘛，像现在如果有一个人来一个100万的话，我除到来我的 mean 就会变很多，因为有一个100万在里面， mean 就会变很多，这样就会影响到你的那个total 的那个 data。 然后比如说现在像你平时考试这样子也是会算 average 嘛，比如我考试 normal 我都是考70分，然后可能我有10个 subject 我都是70分，所以我的 total 就是700分嘛，然后我的那个总平均就是700 divided by 10还是一样70分嘛，那可能有一科我没有读到，或者是我生病没有去考，那我那科就是0分，这样我的这个 total 就会被我影响到，我 total 就会变成只有630分，因为我一科没有去考嘛，这样我630 divided by 7的话divided by 10的话，我就只剩下63分，这样我的 mean 就跌了。所以这个就是 extreme value 的坏处，它会影响到我的那个 total。So 这里有 example 10的话，它是跟你讲这个是 time in minutes taken by 7 students complete a 3D polygon model using toy blocks， 有人用5分钟，然后有人用20分钟，所以它问你哪一个是 extreme value， 就是最小太小或太大的 value。 所以这个最小是5嘛，最大是20嘛，所以你就要 compare 谁是 too small or too large。 这里5不算 too small， 因为它接下来就是6789嘛，所以它是 OK 的，但是这个20就太久了， so 20就是我们的 action value， 因为它太大了。 so 这个也可以用来算，在很像那些学生他们 complete paper 的话，我们会分出来， OK， 你 complete chapter 7很久，然后你 complete 可能 chapter 1很快，我会算那个时间来看你哪一个东西要加强。那这个 example 你 try 看看，接下来就要懂 impact of extreme value， 就是有什么 impact， 有什么影响。 OK， 比如说现在和
我们的那个五个学生的 pocket money， 有人三块，有人四块，有人六块，有人八块嘛，还蛮 balanced 的嘛。这样的话，他就会叫我们算 mod median 跟 min 哦。前面教过的时候，这个你可以自己 solve。然后哦，他现在讲哦，你要 replace 八块 to 三十二块，就这个八块不要了，换成三十二块，叫你去算新的 mod、新的 min、新的 median 跟新的 min， 你就要算出来，然后去 compare 他们的 impact 哦。然后 mod 的话呢，一定还是一样的，没有影响到，因为 mod 就是 repeat 最多的那个 number 嘛。然后 median 的话呢，就排在中间的时候，因为它是 extreme value， 它一定是排在最头或者最尾，所以也没有什么影响到。mean 的话是肯定会被影响到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到它被影响到多少。但这个是不好的，因为 for example 你在每个人哦都带五块钱去学校，这样学校的肯定就不会卖太贵的食物，因为 balance 大家都带五块。如果你每个东西卖六块，这样全部学生都饿死了。所以如果有一个人他可能带三十块去，这样肯定人就觉得哎，学生这样有钱，我可以再起价，所以就会影响到其他人。或者是有一个人他可能家里比较穷，带两块钱去，这样肯定人就是要为了要配合这些人，这样他们可能就降价，就没有这么大，就没有卖这么贵。所以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然后接下来就是 effect of changing a set of data to the mod mean median， 就是讲如果你换一个 set of data 有什么影响。比如说现在我要的是70分到80分拿 A， 81到90拿 A plus， 91到100我给 A star， 这是我给的 grade。 然后如果我要换 data， 我换成81到85才有 A，86到95才 A plus， 然后96到100才 A star。 我如果这样换 data 的话，会影响到什么东西？ maybe 影响到拿 A 的人变少， maybe 影响到拿不及格的人变多，因为我在换这个 grade 嘛。所以还要你去 determine 他们的 effect， 就是如果你换的话有什么影响。So 第一个是讲 data change uniformly， change uniformly 就是它规律的增加。比如说现在我量身高 for 一年级的话，我的 rate 就可能是60cm 到 70cm， 然后71到 80cm 那子的 rate。 可是我量六年级的话，我就会 uniformly increase， 可能我从100开始 start， 100到110， 110到120， 120到130，这样子是 uniformly 的，就是每个人都加，每个 group 都加一样的 number， 这个叫做 uniformly。所以他这里给个 example， 这里有五个学生，然后这里他们的 score， 然后他就做一个uniformly 的 increase。 所以这里他让每一个 number 都加一，就会变成45579。这里他让每一个 number times 2， 所以就会变688 1216。然后他再算他们每一个 group 的 mean median mod 全部算出来，然后看他们的差别。So 你可以看到的那些差别就是你的那个 mean median mod 都一起 increase， 因为你全部都是 uniformly 的，所以你的 mean 跟 median 跟 mod 也会 uniformly increase。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 try 一次这一个，就是把这一个 group original score 的 mean mod median 算出来，addition to the score 的这个也算出来， new score 也算出来，全部都算出来，你就会看到那个差别。然后这边有一个 example 13， 你可以 try 看看。该这里 miss 掉的，这里说如果你的 e is added to each original data， 就是讲你每个 data 都加 e 的话，或者是 multiply by 2， 像 row 3这样子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的 mean median mod 也会 added with 1， 或者是 multiply by 2， 因为 mean mod median 都会被加减乘除 affected， 就是讲你每一个 data 加，叫你的 mean 跟着加， median 跟着加， mod 跟着加。If 你的每一个 score 都拿来减，这样你的 mean mod median 也会减，都是一模一样的。像你这个 n plus 1， 你全部算出来，你会发现到你的 mean mod median 都是在加一，你全部拿来 times 2， 你的 mean mod median 也是跟着 times 2的，都是一模一样的。 So 他这里就做一个 conclusion， 他就说 uniform change in data will result in uniform change in value for mean、median 跟 mod， 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如果你的 data is changed in a non-uniform manner， 就是讲某些人进步，某些人退步，然后他们的 rate 都不一样，那么你的 value of mean、median 跟 mod 也会 affected， but 它就是 non-uniform manner， 你不可以直接讲它是加5啊，还是乘5，还是什么，因为每个人都变不一样东西。
这边还有一个 example 你可以 try 看，然后接下来就是 for group data 的了，刚才那些全部都是 ungroup data， 就是没有在一个 group 里面的，现在就要讲 group data。 group data 的话我们会有 frequency table， 这个很重要， frequency table 就是要像这样子写出来的。So 我们会像之前这个 tally 我好像讲过了，没有的话就是在 form 1的，你要再看回去。然后 for group data 的话呢，就是讲我不要一个一个记录谁30公斤谁31公斤谁32公斤，这样很累，我就记录30图39公斤的人有几个，40图49公斤的人有几个，这样的话呢我就会慢慢算出来。 For example 我用这个啊， OK， For example 这里是 Mathematics Marks From 2 Saturn， 就是 From 2 S 班的人的数学的分数。 So 我就会先看谁的分数最低谁的分数最高，才来懂我的 Marks 要怎样选。因为如果他们 balance， 比如说最低分是0分最高分是100，然后我只放一个 group 0到100，这样我全部人的 group 在里面了，我就不用去分了，这样就很不准。我 at least 要有5个 group， 所以我要把最高跟最低的 number 找出来先。所以现在我先找最低是12分，然后最高的是90分， sorry 95分最高，这样的话就是12到95嘛。So 12到95的话我要分成5个 group， So 我 maybe 从0到一定要从最小的 number start， 然后你一定要从一个比较 perfect 的号码，比如说你不要从7开始，你可以从0从5从10这种号码，就是容易 divide 的，你不要拿那种24680这种0啊5啊10啊或者10 20 30这种是最好的。So 12的话呢，我就会放可能0到10，然后11到20这样子咯。But 如果我要这样子到95的话，我 at least 要10个 group， 就是到100才够嘛，这样就太多的 group 了。 Normally 最好是5个 group， 所以我就会放0到20咯。可是下一个 number 就要21到40嘛，所以这个号码也是很难，所以我们就会直接 skip 前一个号码，我0到19就好，下一个就是20到39。OK， 为什么要0到19不要0到 20？ 因为0到20呢其实有21个 number， 因为从0开始算一个嘛，有人拿0分嘛，有人拿1分，有人拿2分，一直到20，这样子这个 group 里面就有21个号码。21这个号码也是不 perfect 的， perfect 的话就是那种5学15这种容易算的，所以我们就会要0到19，就是 perfect 的20个号码。然后下一个也是要20到39，也是20个号码，这样子写，写到我要的95咯。So 95我可以写到99，因为这边19，这边39，再下就59，再下79，再下就99，等前面这个号码就是用这个号码加去39，后面就到40。 So 40到59，然后60到79，然后80到99，这样子就是我的 group， 像这边这样。Next 就是到 tally 的话就是这样子，比如有一个就这样，这里是放斜的，这个比较不好，因为电脑没有直的，所以我们写手要直的，就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第五个就是这样画，这没有错的话你小学学过，如果你忘记的话再看回去，如果记得的话就继续用，就不用管它。 Then 我们就会照那个 sequence， 比如说第一个是85，我就在这边画一条，58就在这边画一条，75就在这边画一条，这样子顺住那个 sequence 画到最后去，然后画完了过后你就会有这个东西，然后你再来 record 你的 frequency， 这里是3，这里是6，这里是11，全部 record 下来，这个就是你的 table。 这个 table 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 table 通常会有3分以上， SPN 的话可能会去到更多分啊，在 PT3 可能3分 maximum 3分到5分不了，不会去到太多，如果 SPN 可能可以去到10分20分。然后这里一个 example 你也可以 try 看，然后接下来就是要用我们做的那个 table 来找出我们的 model class 跟 mean。 So 我们有这个 data， 我们就可以做我们的这个frequency 的这个表，做完 frequency 的表过后我就可以知道我的那个model class， model class 就是 repeat 最多的，所以这边278562我就懂8是最多的，最多的话就是21到30， so 我的 group 我就会这样子写，我就会讲这个 higher frequency is 8 and the class is 21 to 30。 但这个还不够 perfect 的是你还要配着它的那个 unit， 所以你要看回去你的 data 是什么 unit， 这里给的是 RM， 所以其实 model class 应该是 RM brackets 21 to 30，这样才是 perfect 的，这里还不够 perfect， 这里要注意。
然后这里也是一个 example。然后就到 mean for group data， mean for group data 跟前面的 ungroup data 的 mean 很像， but 前面那个是有两种方法嘛，一种就是我写出来什么乘什么加什么乘什么全部写到完，再 divided by total number 全部加起来嘛，那个我刚才教过嘛，你可以加一个 column， 你就不用 repeat，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写 answer 来算。但是 for group data 你就一定要加那个 column 下去，因为它会很复杂，所以你一定要加 column， 不然的话你写 calculation 下来、哦、你写也乱， marker 看了也乱，所以最好就是把 table copy 去你的 answer sheet， 再加一个 column 给它就 set 得了。 OK， 为什么要加多个 column， 是因为 for group data 我们一定是这样子的 group 的，就是70:74 75:79这样子，所以、so、if 你要乘的话你是要乘过来，你不可能乘一个 group 的，所以你一定要有 midpoint。 So 第一个 step 我们就是要加 midpoint 的 column 进去。 So 为什么叫你抄多一个 table， 抄多一个 table 出来就是这样，因为你要加 column， 而这个 column 不是加在后面，是加在中间，所以你一定要重抄，你才有办法在中间加多一个 column， 不然的话你不可能加在这边就会很乱，所以你一定要重抄出来。然后 midpoint 的话呢，你要不要 show calculation 都可以，这是看你自己的，有些人他们有 common sense， 他们一看就懂谁是 midpoint， 有些人没有 common sense， 这样他们就要算，或者有些人他们懂要算 but 他们用 calculator 按，他们也不要写算法也可以，这个不重要，你只要知道 midpoint 的算法。 midpoint 的算法就是看你的这个 group， 那最大的 number 加最小的 number， 然后再 divided by 2， 就是你的 midpoint， 很简单啊，就是70-74嘛， 70, 71, 72, 73, 74 五个 number 嘛，中间就是72咯，所以你要用 common sense 也可以，你要 list 出来也可以，你要像他这样算也可以，总之他只是要看你这个 midpoint 对不对，就这样。 OK， midpoint 算到会有一分， next 你可以加多一个 column for midpoint times frequency， 就是像这样子 frequency times midpoint， 你要 midpoint times frequency 也可以，都一样，我们会写在上面，我们会称这个 midpoint 为 x， 就是它的 short， 它的那个unknown for midpoint 是 x， number of frequency 我们会称它为 f， so 这个 column 我们会直接写 fx， then 我们就直接 times 72×4，这个也不用写什么72×4的，不需要写，你就直接写你 time 出来的号码，72×4是288，就直接写就可以了。写完了过后，最后一个 column 我们会加一个这个 symbol， 这个是这样子上去，横尖尖的，再回来，它有点像一这样子，可是它的这边有一个角，然后这边是尖尖这样子，这个叫做 total 或者叫做 sum。就是它的总数，所以我们会放一个这个东西，然后算出来它的那个总数是多少，就是它 total fx 是多少，我们会把它算出来。然后因为我们的那个 formula 是 total fx divided by total of number of frequency， so 我们会在这个地方改这个也是 fx， 然后我们全部算出来过后，我们会在下面放一个 total 是多少嘛，等于多少，这里我们也会放一个 total 等于多少，然后我们要算 mean 的时候，我就直接拿这个 number 除这个 number 就可以了，我就不用再 repeat 我是什么乘什么，就不用浪费时间，然后你做这个 table 也比较快，可是有些老师他们是不教 table 的啦，所以你还是要注意看你老师的方法，但是 table 是真的很快又方便又不会错。然后这边有一个 example 你可以 try 看看，这边他就做给你看他的方法， so 第一个你可以看到的是他先做他的 midpoint 出来咯， so 一样 midpoint 他用 x 来代替， frequency 用 f 来代替， so 这里就是 fx 也就是 frequency times midpoint， 这里他全部有写 calculation， 你要写不要写都可以，然后也是一样下面会写 total f total fx， 然后我们算的时候你看他这里就不用重抄了，他丢 formula 一分就可以了，不用再丢东西了，然后再丢他的 total number 进去，然后 divide， 然后算答案就 set 得了。 So 还有一个东西要教的是 mean 的那个 symbol， mean 的 symbol 是这个，就是 unknown 的 x 上面多一个横就可以了， unknown 的 x 一定要倒反的 c 跟一个 c， 然后上面一个横，这个就是 mean， 然后 formula 是这样子咯，就是那个 total of fx divided by total of f， 那个 total 的这个 symbol 练好啊，有些人会歪掉，像这样声音就不对，一定要准，不然电脑 scan 不出。
然后这里有几个 appropriate measure for central of tendency， 就是怎样懂 central。 So 有几个东西要记得，就是说 mean 什么时候要用 mean。 So 我们会用 mean 的话，是因为 mean 它 involve entire data， 就是从头加到尾再拿来 divide。 So mean 很好，但是一定会有好处跟坏处的嘛，所以你要记得它的好处跟坏处。 mean 的坏处就是因为它有 entire data， 所以如果你有 extreme value 的话呢，你的 mean 就不会给你 accurate interpretation， 因为你的 extreme value 会影响到它。所以你要看你的 data， 如果你的 data 是有 extreme value， 这样你就要 not suggested to use the mean。 然后 median 的话呢，是 more appropriate measure。当它有一个 extreme value 的时候， median 都不会被它影响，因为它在头跟尾嘛，因为它是 value at the midpoint， 所以它如果有 extreme value 的话，它就比较好哦。题目会跟你讲的，现在我有 extreme value， 我用什么 measure of tendency 比较好？如果我没有 extreme value， 我用哪一个比较好？它会给你一些条件，但你就再去想它哪一个比较适合。然后如果你要用 mod 是什么时候，就是说如果你的那个 data 是 non-numerical value， 比如说 category data， 比如说 S size、 M size、 L size 这种没有的讲 number 的，或者是比如红色、蓝色、黄色这种就是没有的讲 number 的话呢，我们就会用 mod。 比如说我会去做一个 survey， 几个人喜欢黑色，几个人喜欢红色，几个人喜欢黄色，做完这个 data 过后，我就懂那个 mod， 可能 mod 是红色，这样我就红色出100间，然后其他的颜色就出可能10间、20间这样子，这个就是用 mod 会比较好。如果你是有 number 的话呢，用 mod 就没有太大影响。比如说现在我讲体重50公斤的，或者是体重40公斤的人是 mod， 这样我懂这个 mod 也没有用，影响不大，因为它影响不到我要做什么东西。但如果是颜色，我就可以决定 OK， 这个颜色很多人喜欢，这样我就出多几件，或者是这个 size 很多人可以穿，这样我出多几件，这样子。所以它是 for non-numerical values， 所以这个也是要记好。还会问你，还会跟你讲哦，这个人还要做生意，还要出那个卡通的衣服， then 还要做什么 survey， 你就可以讲哦，可以去 survey 看现在人喜欢什么卡通，让他们去 dig。 然后那个 mod 的话，比如说 mod 可能是 Hello Kitty， 这样他就出 Hello Kitty 最多，然后其他的 cartoon 出比较少，像这样子。这个 example 你可以 try 看看，它的这个 example 有很多题。这个如果你觉得容易，你就可以 skip 啊，因为这个就只是读一遍而已。这个它就是跟你分析看看，像这样的 data 它适合用 mean 啊，还是用 mod， 还是用 median 这样子。然后这几个没有错的话是 Form 1学过的，你可以去找回我 Form 1的 video 来看一下，如果你忘记的话。然后这里是不同的 data representation 的 mod、 mean 跟 median， 这个我们之前也是有学过，没有错，应该也是在 Form 1的。这个是 graphic 的咯，然后这个是 bar chart， 然后这个是 pie chart， 这个是 normal 的 table 这些，然后他都会跟你讲这些东西是给你看什么的，就是 show 你什么东西， show 你 mod 呢， show 你 mean 呢， show 你 median。 然后这边有两个 example 你可以 try 看，容易你就 skip 掉。 So 这个 measure of central tendency 它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 prediction， 或者是 form 一个 argument， 还有可以 form 一个 conclusion。 比如我可以做一个 survey 了过后，懂了那个 mod， 我就可以 predict OK 接下来有可能会流行什么东西。比如说我现在就去做 survey， 多少个人出门会穿牛仔裤， OK 我就做完一个 survey， 然后过后我就再做多一个 survey， 是否多少个人出门会穿西装裤，然后多少个人出门会穿运动裤，然后我会发现这些 tendency 会一直 repeat 的，就是讲你会发现诶，周末这个衣服是10年前流行的，现在又流行回来了，或者是诶，周末现在街上人都喜欢穿牛仔裤，它是一个 tendency 来的。所以我可以根据 mod、 mean、 median 来predict 我下一个会流行的是什么东西，或者是这个东西即将要不流行了，我可以 predict 到，然后我就可以 stop to produce， 这样我就可以不会亏那么多钱，所以还是可以帮助你做这些东西的。然后这边给一个 example， 他就说 Angel Rahman 哦，还要选一个 school representative 去打这个 bowling。然后 Ramesh 跟 Kirill 的话呢，他们是 shortlisted， 就是有被选中的。在最后五个 exercise 的时候， Ramesh 的分数是这样子，就是116 118 Kirill 的分数呢是240，这样子，这样。然后
他问你哪一个 player 会被选呢？就是这两个 player 他会选谁？所以我们要选 player 的话呢，我们一定要算他的 mean 的，就是平均分数。因为我不可以 expect 讲他第一场打到很厉害，第二场就打到很烂嘛。我也不可以 expect 讲，哎，他曾经拿过100分的嘞，一定很厉害的，我选他。因为你不懂他的那个average 表现好不好 ？Maybe 他上场比赛就是拿不出他真正的表现，他就是拿他最烂的，这样也是很惨。所以我们会拿那种 average 平均都是拿50分的。OK， 这样我就派他 at least 他可以拿一个50分回来这样。所以我们要做这个，我们要选人的话呢，我们就用 mean 哦。所以他就把 Ramesh 跟 Kyrie 的 mean 各自算出来，他还发现到，哎，这两个人的 mean 一样嘞，都是170耶，这样我还是不懂他选谁吗？这样我就去算他的 score range 哦。score range 的意思就是拿最大的 number 减掉最小的 number。那个 Ramesh 哦，他最低分就是拿116，最高分拿209，所以我拿来 minus 的话，他的 score range 是93，就是讲他从他最好到他最烂的那个 difference 可以相差93分这么多。Then Kyrie 的最低是75，最高是240，然后我就拿来 divide， 发现到哎，他的 score range 差很远的，165哎，就是有时表现特别好，时表现特别烂这样子。所以通常他们要选去比赛的话呢，会选 Ramesh， 会选这个 score range 比较小的，因为不然的话，他突然间表现不好啊，拿到最低分啊，他就那个分数就是非常非常低，这样就很不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用 range 来做。然后，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 central tendency 的方法，就是为什么有时候用 mean， 有时候用 mode。像这样子，你用到 mean 两个都一模一样，你是选不到人吗？然后你用 mode 也没有用嘛。你用 mode 的话，你看这个人的 mode 240，这个人的 mode 他都没有 mode 的，他每个他 number 都没有 repeat， 但他都没有 mode， 这样我不可能不选他的嘛。他的分数又很 balance， 所以你就可以用 range 来去算哦。然后这个 example 你也可以 try 看。这边 example 27你可以 try 看，然后下面就是 self practice 啊。如果你觉得 OK 的话，这里你就可以不用做。然后后面这边的这里开始第六题到第十二题都是有那个 brain structure 的，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一课你不熟，你就把这题目做掉。如果你觉得 OK 的话，你就直接去做我的问题跟做作业就可以了。然后这一课就完了，要记得背好 formula， 跟什么时候用 mode， 什么时候用 mean， 什么时候用 median， 还要记好我们有分成 ungroup data 跟 group data， 它们的算法不一样，然后全部分好好来。